兄弟，好久不见了啊。嗯，好久不见。我这里好像搞得蛮好的，这个上面是你住的是吧？啊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都是我搞干净的。这个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全部都是你一个人的？嗯，我是花了一个月把它搞干净了。啊，花了一个月时间。一个月。哦，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很少来。你要不看一下？可以可以，我看一下你这个一楼、二楼的话，我去过了，二楼、三楼。这里烧饭的地方，做饭的地方。你不是在那个二楼做饭吗？二楼开业了，二楼已经搬走了是吧？嗯，搬到这个一楼来了。专门有个烧火的地方，看一下。这个是那个灶。哦，你这个锅碗盆这么多啊？都是捡的。嗯。那有些群演他走了嘛，扔的东西太多了。都是捡的。嗯，装备千到捡。这么多鞋子全部是你的吗？捡的，看一下，全部都是你捡的。嗯，这个能穿吗？这个鞋子？大部分能穿。你洗过了是吧？还没洗过。还没洗的？有的洗过。那就洗一下吧，不洗的话好像有点脏是吧？嗯，我要洗的。捡那么多东西，这个全部都是你捡的吗？这个满屋的东西啊？对，还有捡了一些那个铁什么的。搞得挺好的，这个架子，啊，是吧？这个架子我自己搭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搞得很好。好像我前不久来过这个房间，这里那个时候都没人。你来的时候那个窗就是空的，门也是空的，这个门是我自己装上去的。看一下这个门都是你弄的。嗯，这个门。对。在哪里弄的这个门？捡的。废弃的那个。拆的。拆过一个。废物利用是吧？嗯。哦，搞得挺好的，这个上面是那个做饭的东西啊。哦，这个是那个蒸笼蒸包子的是吧？嗯。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啊。我看一下，这里是那个晾衣服的架子。嗯，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呢？啊，不知道，就是开心嘛，多待一点时间。你本来是想骑行的事。骑行？对啊，我们上次不是说好了骑行去西藏吗？哦，暂时我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暂时不想去骑行。为什么不骑行嘛？嗯，就是现在先休整一下，休息。这个兄弟，我上个月见过他的，那个时候他住在二楼，在那里吃面。嗯嗯，你吃瓜子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啊，现在我们又见面了啊。他有两个住的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横店的流浪基地，就是那个铁血奇侠的，就是你是吧？对。然后那边拆掉了，就跑到这边来了。可惜啊，我那边弄得蛮好的，弄得挺干净。我刚刚去过了，那个房间很大，很干净。我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搞个很干净，垃圾先捡一捡。嗯，住得舒服一点。